下面要给伙伴们万能的朋友圈点赞，为啥呢？因为立了大功啊。不少伙伴前一阵儿都转过帮葫芦岛孙淑珍老人寻亲圆梦的事儿吧，没想到你们的转发见效了。最近这四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在失联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重聚了。寻亲的事儿是孙淑珍老伙伴的女儿帮妈妈发起的。60年前，孙老伙伴一家本来住在昌图，后来姐姐出嫁离开，自己和弟弟也先后离开，昌图还剩一个老妹妹。随时间推移，姐儿弟四个人渐渐失联，之前也想过很多办法寻找，也没个结果。后来放到网上，经过无数伙伴转发，终于有了线索。现在看着四个老人家相拥在一起，那叫一个幸福啊！看来科技网络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，还能把亲人带到身边。